就怕孩子会染上毒瘾。我们带你来看这画面中呢，有一个很像是测酒测的仪器。好，其实它不是要测酒精浓度的，而是一氧化碳检测仪。教育局呢已经采购了125台，分送到各个公立中学。那么在9月份呢，新北市的国高中职呢就会开始上路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就让学生哦对着这个吹一下，就可以检测学生有没有烟瘾。那么校长决定呢，学生之后要不要接受尿筛，这就是为了要追踪学生有没有在滥用药物。透过这个 CO 检测仪呢，除了检测烟瘾，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警戒，千万别染上毒瘾了。